很多人都认为生病要打针吃药，其实只需要在肚子上放点这东西，就能省下大笔买药钱。一、止咳嗽，咳嗽咳得停不下来，家里暂时又没有药，这滋味别提有多难受了。其实家里只要有棉花就可以解决这难题，取少量干净的棉花做成棉球，然后沾取少量酒精放在肚脐上，第二天咳嗽就减轻了。这是因为肚脐连同肾脏在肚脐里放酒精棉球，能起到去除肺肾寒气顺肺气，起到止咳的效果。二、治感冒，最近气温变化幅度很大，一会儿像夏天一会儿像冬天，如果你不幸感冒了，也可以试试在肚脐里放个酒精棉球，治感冒有奇效。这种方法对普通感冒都是有效的，如果是病毒性感冒，建议大家还是去看医生。你们不妨也试试吧。